掀开经本，迦努罗王记诵第六首看起，如来无量智慧光，能灭众生痴惑网，一切世间贤救护，此是经法所持说。经法净光迦努罗王菩萨，在长行里面我们读到的，他得的法门是成就无边众生差别智解脱门啊。那我们看他的赞颂啊，也是他的修学报告啊。当然最重要的，我们怎样来学习啊？第一句啊，如来无量智慧光，这里面就暗示了迦努罗王是如来的化身啊。这个偈颂这一句非常明显的，正是菩萨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样的身相啊。这是现迦努罗王身相度这一类有缘的众生啊。表法的意思前面都已经跟诸位报告过了啊，在此地就不再多说了。要紧的我们一定要明了，如来是一切众生自信的德号啊，所以称如来不是称别人啊，正是称自己真心本性。自信里面本来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众生迷惑不知道啊。啊，看看这个宇宙之间，所有现象都是很有秩序的运行存在。于是有一些人想象，这样有秩序一定是有一个人在主宰啊，在策划，在操纵啊。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于是就称他做神，称他做上帝啊。那么这个都是想象当中带来的啊，就如同这个社会有秩序啊，我们现在的社会很有秩序啊。社会为什么有秩序呢？像大家到新加坡来啊，看到这个社会挺有秩序的哦，是新加坡政府不错，很多法令规章在那里规定，很多执法人呢在那里管理，管理得这么好。于是想想，哎，新加坡社会这么好，是由政府领导人管理的。这个大自然界这样有秩序，一定有一个人在那里管理。啊，这个人就叫上帝，就叫神。
其实上帝有没有呢？有。啊，神有没有呢？有。啊，是不是他们在管理呢？有一部分确实他们在管理。佛在经典上所说的，比一切宗教里面讲的详细多了。早年我在台湾，我居住的邻居是个天主教堂，这个神父是很有名的一个神父，很有学问，方好，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是政治大学文学院的院长，住在我隔壁，常常向我借经书看，他喜欢看大藏经，看了之后啊，告诉我，他说你们佛教讲天堂啊，比我们圣经讲的详细，好像是去过似的呀。我说没错，你们是听说，我们是去过，当然比你说的详细呀。可是这种种种说法了，都是一个小社会。一个小国家小社会。如果说是天主，就是忉利天王，那么在娑婆世界忉利天王就太多了。佛告诉我们，一个单位世界有一个忉利天王，那一个小千世界呢，就有一千个忉利天王了。中千世界又有一千个小千世界，大千世界里头又有一千个中千世界，你就晓得大社会里面忉利天王有多少，太多太多了。一个娑婆世界有一个摩西首罗天王，这是一个佛世界有一个。佛告诉我们，在虚空里面呢，诸佛刹土无量无边呢。那么换一句话说，摩西首罗天王也是无量无边。你是属于哪一个天王管辖的呢？正如同我们地球一样。地球很多国家了，每一个国家都有总统啊，总统太多了，你是哪个总统管辖的呢？这些事实真相，佛给我们说出来了。佛的智慧能力从哪里来的？不是学来的。佛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智慧德相都跟佛平等。本经出现品里头佛说得很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一切众生范围包得广啊，不仅仅是包括有情众生啊，连无情众生都包括在其中，这都是华严经上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个智慧不可思议。佛说这个智慧是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我们的真心，我们的本性本来具足的。本来具足，现在没有了，我们智慧也没有了，能力也没有了，相好也没有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佛底下这一句话一语道破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跟佛的差别，佛没有妄想执着，我们是有妄想执着。有妄想执着，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就不能现前。立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性德就恢复了，就这么回事情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49年，教化众生，教的是什么？就是这段事情，千经万论的啊，说明这个事实真相。我们现在是非常不幸的，堕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所以佛说成佛，众生成佛，众生成佛是他自己成佛的。金刚般若大家念得很熟啊，佛度无量无边众生，十无众生而得度者。那个得度的是他自己度自己，不是佛度的。佛要能度人，我们何必修行呢？我们不用修行了，佛把我们度去了，不是佛度的，要靠自己度啊。佛是把理论方法教给我们，要我们自己度自己。佛不度众生啊，要懂这个道理啊。佛句句都说的真实话啊，你的智慧，你的能力，那能力就是神通啊，无量无边的神通啊。你的相好啊，像极乐世界一样的一真庄严，都是你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第一号的敌人是谁？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是我们第一号的敌人呐。那敌人不在外头啊，在我们心里面呐。心外头没有敌人。我们怎样把自私自利这个念头舍掉？自信之门啊，我们不说佛门，说佛门，诸位会想到哦，这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的，想到外面去了啊，自信，你才能入自信之门。中国禅宗里面想所说的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啊。什么叫成佛？见性叫做成佛啊。见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你明白了啊，这叫成佛中国人讲圣人，讲神人神跟圣意思都很接近，都是说明啊，对宇宙人生真相彻底通达明了，这个人称为圣人啊，称为神人。
上一次我到中国，许多朋友在一起谈到无神论，我就告诉他们，中国这个神这个意思是代表什么？神这个意思，这个字在六书里面是会意，让我们看到这个符号就体会到里头的意思。它的右边是个士字，这士字古时候是这么写法的，上面两画，下面三画。上面两画，上一画短，下一画长，那是上字。下面这个三画了，表示什么呢？上天垂象。事实表这个意思，上天的垂象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自然现象。大自然的一切现象啊。左面是个身，身字。身代表什么意思呢？身代表通达。那么换一句话说，通达自然现象的人，这个人就叫做神。他们听了之后，那这样无神论可以不必谈了，是吗？是不必谈吗？所以一定要了解中国古人造字的意义。神意思也是如此，对宇宙人生真相通达明了，称为圣人。孔老夫子是圣人，尧舜禹汤是圣人。他们明了，他们通达，他们著书立说教导我们。佛菩萨是圣人。这各个宗教的创始人，我们仔细去观察，都是圣人。他们都明了，都通达。我们中国人称他做神圣啊。那佛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众生都是神圣。为什么呢？自性里面的智慧都能相同啊。诸佛如来能做到的，我们个个都能做到吗？现在为什么做不到呢？佛说，你有障碍，把你的性德障碍住了，你虽有，不起作用，不能现前。只要你把障碍除掉啊，你的性德就恢复了。就佛在这里示现，众生痴惑妄，妄是比喻，妄是罗网啊，比喻复杂。痴惑代表的是烦恼障，痴代表烦恼障，惑是迷惑，惑代表所知障。要用什么方法破这二障呢？智慧。什么智慧呢？自信智慧才能破。
如果不是自信智慧，破不了啊。我们天天跟佛学习，天天读佛经，依照佛的经教啊去奉行，样样都做到了，我们的吃活能不能断呢？能断一部分，不能把根拔掉。这什么原因呢？我们跟别人学，不是跟自信学。道理在此地，只有自信智慧才能把它连根拔掉。我们迷得久了，迷得深了，起头是要跟佛学。菩提大道上啊，佛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呢，跟着他走啊，跟一段之后啊，自己就认识路了，就不必跟他了，这才有出息啊！永远跟着佛菩萨屁股后头走啊，没出息，走不出去的。释迦牟尼佛诸佛如来之所以伟大处，就是不牵着众生的鼻子走，这样了不起的地方他要帮助一切众生，个个顶天立地。这是真实的教诲释迦牟尼佛没有是叫我们一辈子跟到他。三皈依，自皈依佛，你看看自信呐！他为什么不说皈依释迦牟尼佛？他没有这个说法。皈依阿弥陀佛，他也没这个说法，只说自皈依佛，那个佛是自信佛。自皈依法。自归一生，我们对这个深意都不了解。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自归一佛是觉而不迷，自信觉。自归一法是正而不邪。自归一生是静而不染，他给我们讲觉正静是自信三宝啊。觉就是无量智慧光啊，自信正知正见，自信清净，不就是灭一切众生吃喝亡了吗？凡夫能不能成佛呢？肯定能成佛。不能成佛，世尊就不会示现成佛，也不会讲佛法。那众生不能成就，说这些东西来吊口味，这个太残忍了嘛。众生能成佛。华严经幕后善财童子给我们做表演。善财是凡夫啊。依照佛的这些理论方法去修学，他一生成就了。法华经上龙女，龙是畜生道啊，不是人道啊。畜生道里面一个小孩啊，八岁成佛啊。
这个给我们显示六道众生都有佛性啊，既有佛性当然能做佛啊，怎么个做佛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做佛了。啊，这一次我在马来西亚弘法，有一位小乘法师来问啊，什么是成佛？啊，什么是大涅槃？成佛跟大涅槃意义上都相同。啊，众生为什么不能证涅槃？为什么不能成佛？这问题问得好啊。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断见思烦恼就证阿罗汉果啊，断尘沙烦恼就证菩萨果位啊，断无明烦恼就成佛了。众生为什么不能成佛？众生这三种烦恼不断，所以他不能成佛。他要是能断，他不就成佛了吗？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对于事出世间法不可以执着，执着是见思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妄想是无明烦恼啊，这些话都是佛说的啊。佛在华严把这三种烦恼啊说作妄想分别执着。我们好懂啊，我们样样事情还这么执着，这个麻烦大了，障碍我们念佛功夫成片。你看这个问题严不严重啊？我们念佛不能得功夫成片，换一句话说，往生就没有把握，所以要放下金刚般若，般若心经是佛法，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修行的共同指导原则啊，因为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是要看破，都是要放下啊。我们为什么看不破？没有智慧，所以才放不下。金刚经上帮助我们开智慧啊，了解事出世间万事万物的真相啊，真相明白了自然就放下了啊。我们今天还是放不下坚固的执着分别，事实真相不明了啊。
天天念金刚经啊，三心四相大家都很熟啊，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大家都会念呢，是不是真懂了呢？没懂。如果真懂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你就会彻底放下了啊，你必定跟慧能大师一样大彻大悟了啊。为什么他念他懂了，他得受用了，我们天天念不懂啊，不得受用啊，每一天还生活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呢。果然放下了，你的生活在智慧里面。啊，你看慧能见五祖仁和尚，啊，他告诉仁和尚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啊，我们今天心中常生烦恼，人家心中常生智慧。你要问这什么道理，他放下了，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常生智慧。我们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常生烦恼。常生智慧的人是佛菩萨了。再跟诸位说，是一真法界的化身菩萨才能做得到，四圣法界都做不到。我们在大乘经里面读到的啊，佛告诉我们的破烦恼障，也就是离开一切执着，超越六道了啊，证阿罗汉果。阿罗汉没有执着，但是有分别，分别没有断呢。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分别没有断尽，无明烦恼一品都没有破。所以天台家讲六界佛，他们是相似即佛，不是真的啊，接近真的，不是真的啊。楞严经里面的比喻啊，涅目所见的啊，这是相似的。水里面月亮假的，那是六道里面的所谓是名字即佛，观行即佛是水里头的月亮啊，涅目所见的月亮相似即佛啊。楞严比喻的好啊，我们要懂得佛说法的意趣，
要把它变成自己的境界，才能得受用。啊，变成自己的境界，不放下，那怎么行呢？头一个，放下自私自利。啊，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一切都放下。啊，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为众生，为正法久住啊！啊，为利益众生，这句话大家容易明了。为正法久住啊，就不容易明了了。啊，正法久住是什么意思呢？要提倡圣贤教育。圣贤教育是正法。啊，凡是正法都是教化众生利贪嗔痴的。如果这个教学不教众生舍己为人，不教众生放下贪嗔痴慢名闻利养，那就是邪教，就不是正法。啊，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观察，这就非常公平了。佛法是正法，其他宗教也是正法。啊，决定没有自私啊，只有我佛法是正法，别的宗教都是邪法，这个讲法错误啊。啊，佛法之正，舍己为人。哎，他们那个教啊，也叫他的信徒舍己为人，那也是正啊，那怎么不正？啊，这我们说话要凭良心啊，要公正啊，不能偏私啊。啊，孔老夫子的教学是正法。为什么呢？一开头就叫人断烦恼，那怎么不是什么？跟佛法教的一样。啊，我们看佛教给我们的四弘誓愿，这是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啊，四弘誓愿第一愿，发心。要发舍己为人的大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是你一生当中不断的提升自己境界的动力，它在推动着你啊！世间人为什么天天认真努力工作？名利在推动啊！啊，如果没有名利，他就不动了。学佛的这些人，名闻利养统统舍掉了，贪嗔痴慢也舍掉了，什么力量推动他？菩提心呢？愿心呐，啊，这一个大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心推动他。啊，既然这个度是帮助，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你发心要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些众生有苦有难呢。
啊，你要帮助他。连套利天王、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都有苦难。他的苦难是什么呢？智慧不开。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智慧不开，那是他的难呐。佛菩萨、佛弟子有责任、有使命去帮助这些人，帮助他破迷开悟。我们要发心帮助他，自己得有本事。自己没有本事，你这个愿是空愿，永远不能落实。所以自己要修行啊，要学习啊。修行从哪里修起？从断烦恼修起。烦恼无尽誓愿断啊，从这修起啊。儒家的教学跟佛法教学不相同的地方，儒家是先从断烦恼，他把发心放在后面，佛把发心放在前面。发心之后再断烦恼，这个有道理。为什么呢？他永远精进不懈，他不会退转。比儒家那个办法好。儒家是先断烦恼啊，各物致知，诚心正意，这个诚意正心，诚意正心是菩提心。所以在次第上啊不一样。都是把烦恼摆在第一条，你不断烦恼怎么行呢？不断烦恼学的东西自己不得受用。学的什么？都是别人的东西，与自己的性德不相应。烦恼断掉之后啊，你所学的东西跟自信相应，那个有受用啊。所以我们学佛最重要的改心呐，改心就是转变念头啊。知道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我们被什么害了，被自私自利害了。上一次我在香港接受亚视何守信先生的访问，他曾经给我提过，他说法师啊，古人讲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听了笑笑，这一句话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误导众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不为己，天也没诛我，地也没有灭我。我生活的比别人还快乐。那是自私自利的借口。不是真的，是假的。我们要把这个念头转过来。人只要不为己，
你就得到广大众生的尊敬、欢喜、供养。怎么会天诛地灭了？人要为己才天诛地灭。你看看，你为自己啊，以非法的手段啊，夺取别人的生命财产，到最后被法院判刑，去枪毙，去杀头，那就天诛地灭嘛。啊，自私自利的人才会遭天诛地灭。啊，不为己的人绝对不会呀。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要多想想，不要被这些花言巧语迷惑了。啊，那是错误的，那是死路啊，走不通的道路啊。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都要利益一切众生。古圣先贤的教育，大慈大悲也。所以佛家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慈悲是圣人教诲的根本。啊，教我们要慈悲，大慈大悲是我们本性的性德，也不是从外来的。所以我们要真正的爱护，啊，真诚、清净、平等的爱护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要有这么大的心量啊！啊，我们爱自己的国家，也要爱世间所有的国家；我们爱自己的同胞，要爱所有一切众生。为什么？平等。这个才与自信相应呢。如果只爱我自己的国家，不爱别的国家，与自信不相应。我这个说法，大家不太容易懂得。啊，我们做个比喻来说，啊，什么是自信呢？我们身体是自信。这整个身体是自信的，我们身体的某个部分呢，就像各家不同的国家一样，啊，眼是个国家，耳是个国家，鼻是个国家，手是个国家，足是个国家。啊，我要是专门爱我这个眼，啊，爱这个国家，其他的都不爱。你们想想，眼是不错，其他的都病了，都坏了，最后还是死路一条。一定要晓得，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佛菩萨的爱心啊，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决定是平等而没有差别的。这个人就真的觉悟了。啊，还分等级。还有差别，迷而不觉，他是凡夫，他没有觉悟。啊，他不晓得，啊，这个身体某一个部位跟全体有关系。啊，身体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位都好，都第一。这才强壮啊，这才叫健康啊。绝对不可以说这一部分很健康，那一部分很差，啊，这身体就坏了。这个道理，佛在《大乘经论》里面
讲的太多太多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要契入这个境界，契入这个境界就是决定以真诚心、慈悲心、平等的爱护一切众生，平等的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众生里面三桩大事情。第一个，帮助众生断恶修善，自己要做样子。释迦牟尼佛，你看历代祖师大德做出榜样跟我们看，经典里面《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诸佛如来示现种种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行业，做出来给我们看。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这是神众里面一种，紧那罗王。紧那罗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金之鸟。这一次有些同学到马来西亚，我们去看暹罗的庙，泰国的庙，他们庙门口塑的有紧那罗像，我还让同学们去照相，我们讲经正好讲到这一段，它代表的是我们社会哪一个阶层的人物呢？用现在的话来说，从事于航天工作这个行业的就是紧那罗，今天经营航空事业的，航天事业的，就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一个行业的人怎么学佛，这一段经就是说明的，所以《华严经》字字句句都落实在我们现实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阶层，没有一句是空话。句句话对我们的社会都有实质上的利益，我们要懂得。一定要明了，要认真努力去做。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无论过什么样的生活，破我执是最重要的一关。只要把我执破了，无论过什么样的生活都快乐，都自在。这叫真平等，不是说你破了我执你就发了财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完全搞错了。你有没有财富，那是福报，福报个人不相同啊，见性才相同，不见性不相同。没有见性，你是凡夫。换一句话说，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断，你是凡夫。凡夫的福报是修得的，见性之后，那个福报是称性的，是性德。性德那真的是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像我们在经上读到，华严经上读到的华藏世界。毗卢遮那如来的福报，这是自信显现的，不是修等的。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是信德，不是修等。可是没有见性的人呢，我们的福报是修等。
修得的福报，那看你修了多少啊。你修得多，你福报就多；你修得少，福报就少。啊，财从哪里来的呢？财从财布施来的。啊，我不肯修财布施，你怎么会发得了财呢？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看到有许多啊大财主，啊几十亿的财富，几百亿的财富，他前世修的，啊不是说他有聪明，他有智慧，他有技术，啊有能力，他赚得来的，比他智慧高的，比他本事大的。为什么人家赚不到，他赚到？命里头有嘛？命是前生修的啊，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你也不会羡慕啊他们了啊。他过去生中修了，我没有修啊，所以他发财，我发不了财啊。我懂得这个道理啊，我现在可以修啊。我修我来生的时候，我财富可能还超过他了，这一定的道理嘛。懂得修因啊，聪明智慧是果报，法布施是因啊，健康长寿是果报，无微布施是因啊。所以佛教教给我，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不是佛菩萨赐给你的，是佛菩萨把方法教给你，你自己去修啊！你想得财富，修财布施；你想得聪明智慧，你修法布施；你想得健康长寿，你修无为布施啊！三种布施，认真努力修学，三个果报就现前了。这叫做有求必应。不懂道理，不懂方法，一昧的妄求得不到，只有造罪业而已。啊，怨天尤人，罪业尤其重。啊，把自己过去生中修积的一点小福德都折损了。这是愚痴到了基础。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转烦恼为智慧。啊，怎么转法？转自私自利为大公无私。没有学佛的时候，念念为自己，现在真的明白了，觉悟了，念念为众生，念念为社会，啊，这就有大福德了，啊，所以在这个思想上，在念头上做一个大转变。第三句是讲的对象，一切世间咸救护，你看没有分别啊，绝不是说的时候啊，我们同过的人，我们救护啊，我们一过的人我们救护，我们这一族的人我们救护啊，我们这个佛教的人我们救护，其他的就不救护了，不是啊，人就是一切世间呐，一切世间。不分国土，不分族类，不分宗教，一律平等的救护啊！啊，怎么个救法？最重要的教学啊！你不教。
他永远迷失了自信，回不了头来。纵然有福报，福报享尽了还要堕落。这个事情我们在古籍里面记载里头看得太多太多了。现在我拜托一些在美国的同修收集美国那边呢一些因果报应轮回的这一些记载在外国很多很多昨天周默生居士打个电话给我他从德州打来的，他在那边收集那一边有个学校的教授用了30年的功夫专门收集 这些资料，收集了有2000多个案例写成了书他要寄一本给我，我说寄3本给我我们拿回来翻译中国人讲轮回生死轮回大家不相信啊，美国人在讲而且都有证据非常明显的这个证据有200多件就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印光大师一生教人教什么呢就是教因果报应所以现在英国的教育最起当前世人之急无论中国人外国人要认真跟他讲因果教育讲因果教育是帮助他断恶修善这个是这个阶层的人最多少数一些人聪明智慧高的对于明文立言五欲六尘看得比较淡薄的这个根性力帮助他破迷开悟那么既有是更有少数的人真正有觉悟的那要帮助他转凡成圣我们要有这个本事这才能一切世间先救护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要帮助别人转恶为善自己先要转恶为善帮助别人破迷开悟自己先要开悟我自己还没有做到我怎么能帮助别人纵然拿着佛经让你去讲解你也讲得不清楚也讲得不明白为什么呢自己没有入境界纵然收罗许许多多的参考资料别人那些注解所讲的全是人家东西与自信毫无交涉自己是用了不少时间呢，下了不少苦功夫讲出来之后没有人懂人家听了的时候莫知所云不晓得你讲些什么我们想想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是自己没有切入境界你怎么会懂所以佛教我们断恶具体的是恶业
啊，这是从根本救护啊。不杀生一定要做到。啊，蚊虫蚂蚁决定不可以杀。啊，他来干扰我们，我们要想想啊。啊，假如我们是蚂蚁，我们自己是蚊虫。啊，我们出来干什么？出来还不是谋生的吗？啊，还不是来找东西吃的吗？你说他找东西吃，他犯罪，你把他杀掉。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也是谋生呢。别人杀我们，我们甘不甘心，情不情愿的。啊，我们心里很希望的，我们出去谋生都有人家布施我们，我们感恩呐。啊，他来找东西吃，我们也布施一点他，他也会感恩呐。在这里培养慈悲心，培养爱心。啊，人民爱物，绝不伤害众生。啊，更进一步，绝不因我而令众生生烦恼。啊，这就叫学佛。啊，这就叫复信，恢复自己的信德。啊，不偷盗。我在讲习里头也讲得很明白，决定不可以有一个念头占别人的便宜，有念头占别人便宜，这叫盗心，这就偷盗的心。啊，他盗心没有，偷盗的事当然就不会有了吧。啊，古来大德常常教我们修行，从根本修，根本从念头上修啊。绝没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啊，才真正能做到不偷盗。啊，第三条不邪淫。啊，要记住佛的教诲，淫欲不断。决定不能超越轮回。啊，六道众生是以淫欲为根本。啊，淫欲要是舍掉了，六道就超越了。啊，六道太苦了，我们还要干这个事情吗？啊，所以佛的话常常记在心里，境界现前立刻要能想得到佛是怎么教我们的，我们仔细思维想象，哎，这个事情不能做，做了对自己害处太大了。啊，利益太小了，害处太大了，得不偿失啊。我们这个念头自然就熄灭了。啊，能远离杀盗淫，不杀不盗不淫，这深的善业，深善啊！啊，不妄语，决定不欺骗别人。啊，句句说实话，决定不会吃亏，决定不会上当。啊，真诚的心待人，
啊，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啊，所以说张家长李家短，这不可以说的。这明妙行菩萨教我们念佛的人，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啊，这个多好呢！所以言语越少越好，多念佛了。啊，握口是说话粗鲁，让人听了难听的，不欢喜接受啊！啊，我们都要改啊，常常要想到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时时刻刻检点自己啊，其余花言巧语，不怀好意啊，有意无意伤害社会，伤害众生啊，口业最容易犯了。所以《无量寿经》世尊把这个列在第一条。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列在第一条，最容易犯的。经典上常常教导我们积功累德啊，我们修积功德常常失败，败在哪里呢？败在口业，从口业这漏失掉了，有漏啊，漏掉了。功德不能成就啊，都从口里头漏掉了啊，所以必须守口如瓶啊，才能够积功累德啊，一时念头不贪不嗔不痴。时时刻刻用这个十条规范自己，这叫断卧修善。我们从这里下手啊，这个是行门里头的基础。根本戒还是以这个为基础的。在佛法里根本戒是五戒，五戒是依十善的，没有十善哪来的五戒啊？所以这个十善呢，是根本的根本，基础的基础，我们要不认真去做，来一生人道都得不到，还成什么佛啊？成佛成菩萨是建立在人道的基础上啊！啊，十善业道是人道啊！啊，十善业道做不到，你说人道的资格都失掉了，来生到那就畜生恶鬼地狱。啊，所以断恶修善。不说别的，只说这个十条啊，从自己本身做起啊。那么这才是佛经上常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真正做到十善的，断十恶、修十善的，才是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如果我们没有做到，佛经上讲善男子善女人，讲别人，我们自己没有份，
不在里头。这是最低的水平。如果把水平提升，不但要修十善业，还要修三规戒律。你看净业三福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那是从这个向上提升的，基础在十善。到第三条才讲破迷开悟，那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那是破迷开悟。你看三福前面两条都是断恶修善，第一条是教化一般人呐，第二条是教化佛弟子啊，学佛的四众同修啊，断恶修善啊，然后才跟你讲破迷开悟啊，最后把净土法门传授给你，超凡入圣啊。你看看佛在净土教里面啊，他这个层次啊，他的教法我们体会得对佛陀自然五体投地啊，他这个教学的架构太好了啊，一丝毫的缺陷都找不到，从这个架构把它扩大，就是一切世间先救护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啊，都要把它引归到净土。这才是圆满的成就。归到净土，不必改变他所修学的法门。这一点要知道。你要是改变他修学的法门，他就会反抗了，他不能接受了。我们这一次在马来西亚有同修发心专持地藏经的啊，来问我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我告诉他能。无量寿经上有吗？受持读诵大乘者吗？只要你回向求生净土，你就一定得生。你还是念你的地藏经，还是念你的地藏王菩萨。不必改念无量寿经、弥陀经，不必。往生净土的条件是一心不乱，无论你修学到哪个法门，你只学到一心不乱，心地清净，心净则佛土净啊，这一回向就往生了啊，阿弥陀佛会来接引你的啊，念观音菩萨的也不必去改念阿弥陀佛啊，甚至像民国初年啊，姜维农居士、周芷安居士
姜维农居士天天念金刚般若，啊，受持金刚经的。周智安居士是念心经的，啊，多回向求生净土，往生传里头都有他们呐。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只要你回向求生极乐世界，通通得生。西方世界的门大，阿弥陀佛并没有说你不修无量寿经，不念阿弥陀佛经，你就不能往生。佛没有这么说，佛说所有修学一切大乘法，啊，你能够回向通通得生，阿弥陀佛的心是平等，啊，是清净的。这就是一切世间先救护了，啊，如果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只收，啊，专修净土宗的人，其他各个宗派人都不收，阿弥陀佛的心量不大了，啊，不能广度一切众生的，啊，他是什么都收，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啊，所以我从这个上得到的讯息，有人说，啊，他们这个学基督教的，啊，学其他的宗教的，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我的答案肯定的，能。只要他也得清净心，啊，不管修哪个宗教，修哪个法门，只要他得清净心，只要他把名闻利养贪嗔痴慢统统放下，以这个功德回向西方净土，决定也能得生。啊，在理上一定如此啊。啊，这佛门才叫广大了，广大到无有边际。所以我看所有一切宗教都是平等的，所有一切宗教都是至善的，但是先今天在全世界不仅是佛教缺少弘法人才，每一个宗教都缺乏，为什么缺乏弘法人才呢？我们再想想，缺乏真正依教修行的人呐。他要不真正依教修行，他怎么能够懂得他的教义？啊，怎么能够契入圣贤人的境界？由此可知，夏莲居老居士在净语里面所倡导的正干，啊，无论你修学哪个宗派哪个法门，啊，甚至说哪一个宗教，都要正干，啊，决定随顺圣贤的教诲，依教奉行，心量要扩大，啊，一切世间先救护，一定要有这个大心量，啊，这是见法菩萨他所持的，持是受持啊，说是演说啊，啊，他一生当中所受持所演说，啊，受持是自行，演说是化他。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讲到这里。